然后他就去河里面抓那个小鱼啊，放下去给他吃，结果他也不吃，后来直到他去县城了，一个星期左右回来，那些小鱼啊都已经腐烂了，都瘦了，然后他又把那个网把它网起来拿上来，然后就没东西喂，一直这样放着，放了一年多，前天前几天晚上我去他家喝酒。聊到鱼的时候，他说啊，那个鱼缸里面放了几条鱼，放了一年多了，没东西喂，瘦的只剩一个头了。然后我走过去看，我觉得太残忍了，我就跟他说拿去放生算了。然后他就同意我拿去放生。